车，在您的右边是中华门，这是世界之窗唯一的中国景点。您的左前方可以看到天满天国的两个大厦，新加坡的标志是马尼拉的，通往以白色的桥梁的白火塔。还有融合中国泰与法国建筑特色的马来西亚极乐寺。来了，四点。上好了，从上了是吧？上好。马力上的人从还从新叉，一天到的。现在，请您往左边看，进出黑色的建筑物是传统俄罗斯迷宫和睦教堂。迎面而来的是安佩尔铁塔，是世界之窗的标志性景点。游客可以乘坐观光电梯，直达108米高的塔顶，欣赏深圳和香港元朗一带的风光。通过安佩尔铁塔，我们可以看到著名的巴黎凯旋门。右边大型的白色建筑是凯撒宫，它集表演、餐厅、会堂等功能于一体，又是每年暑期啤酒节的主会场。右前方也映在一片浓郁的绿森林中的是50多尊世界著名雕塑，其中有著名的斯坦施特劳斯雕像。